我本人啊，我就遇见过这种情况。我开着车，发现路边有个车位啊，我想往那儿停。我发现一大妈呢，搬个小板凳呢，坐在车位里。我说：“您让一下，我要停车。”大妈说：“你不能停，我占的车位。一会儿我女儿开车回来，我这是给她占的。”我说：“这是公共停车位，谁先来谁先停啊！你不能这么占车位，这不乱了吗？”但是大妈呢，誓死不挪，就是不让停。我知道这种。 老滚刀肉的厉害，我也就是斗两句嘴而已。我还是继续开车找地儿吧，我就不和他斗咳嗽了啊。这回好，我今儿看到一视频啊，一小妈遇见一大妈，大妈是果断战败，而且战败的非常狼狈。我估计啊，单就疼度，我估计比她生孩子的时候还得疼。话说这大妈也是，路边占车位。 等着自己的儿子一会儿回来停车，结果一女的开车过来，非要停在大妈站的这个车位上。大妈不让停吗？这女的非要停，俩人就起了纠纷了。这女的果断报警，结果警察来了，勒令大妈赶紧挪开。这也是公共停车位，先到先得，你不能占位。大妈呢，坚决不让，视死如归。警察还让不让？大妈不让，让不让？不让，让不让？不让。 结果警察呢，呃，喷出了早已经准备好的辣椒水啊、呃，呲，直接喷这个女的眼睛里去了。<laughs> 女的哇一声就大哭起来。我估计她应该是第一次呃尝到这种设备，其难受啊，无以言表。但是有一点我有点不理解，我觉得这么一事儿啊，喷一次就得了。但是对着大妈喷了好几次，呃，都听过过年杀猪吧。 大妈那动静啊，说实话，就和杀猪似的。啊。大妈很可怜，她要知道辣辣椒水这滋味啊，她要知道真喷她，打死她，她也不可能不让。我们中国人有个非常不好的性格，或者叫做毛病吧，比如说你欺负人啊，那个人被你欺负的无以复加的，你算看透他了，他就是一个怂包。 你怎么欺负他，他也不敢反抗。第一，你应该知道，人被欺负急了，是会失去理智的，那就会酿成你无法承受的灾祸。比如他是打不过你，但是他打得过你的一个三岁一个五岁的孩子吧？你说他要真给你祸害了，你就是把他毙了，你能挽回孩子吗？不是不能吗？所以说呢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第二就是。 我假设这个被欺负的人实在是被欺负极了，如果他警告你，和你说一些狠话，你要再怎么着，我就怎么怎么地了、啊。结果呢，你非但没听，又把他狠狠的揍了一顿。结果夜里发生了本市或者是本县有史以来最大的悲剧。其实这不就和这个大妈一样吗？让不让？不让。让不让？不让。让不让？不让。那好，呲！ 哎呦啊哎呦！满地打滚，但是那能缓解疼痛吗？不打到身上，永远以为不会挨打。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性格之一，古时候是，现在更是。OK，就到这儿，我是肥龙马年老李，咱下期再见。拜拜